新民新生新创观众朋友来看的是由嘉义市政府和嘉义大厦经管会合作举办的2021年嘉义市经管青年论坛《家的样子》，17号在嘉义制裁所登场，透过以嘉义美术馆空间景观和林里的公园游戏场来作为课程的设计主题，透过比赛设计图的方式，让学生来画出因心目中家的样子，来提供的青年参与到公共建设的讨论机会，也为嘉义市的市政建设来注入更多的创意新思维。2021年嘉义市景观青年论坛《家的样子》是嘉义市政府继2019年成功打造后夜里将在工厂之后，再度和嘉义大厦景观系课程合作，以比赛设计图的方式鼓励青年，透过用嘉义美术馆空间景观和公园游戏场作为设计主题，来打造心目中理想的都市景色。系奖的10座优秀作品的学生，17号由市长吴敏辉亲自颁发奖金，阁有奖状。我想这些在在的都提供孩子们对于我们现有的关心关怀以外呢，还能够发挥他们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我想也许这就是一个设计，也是孩子实验的一个场域。透过这样的交流，还有论坛当中有专家学者来提供更多的一个讯息，让一个实际跟理念，甚至呢能够务实的达到有更好的沟通。所以我想，这虽然是第一步，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起步。我们期望让大家看到年轻的嘉义。嘉义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这边有非常年轻的一个活力。这是我们希望让年轻的嘉义、古老的嘉义，甚至任何年龄层的嘉义，大家有不同的体验。我们也非常谢谢在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孩子们他们的想象的点都能够去照顾到各个年龄层。当然，如何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空间里面，透过更多的对话，更多的沟通，我想我们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嘉义市长吴敏辉一一参观学生的设计成果，和学生囡仔伫咧户外的草地来野餐，聆听青少年对着城市空间景观的期待，希望借由少年的创意设计，为市政建设带来新的力量，嘛，让设计会当融入城市治理，打造具有城市美学的都市景观，让市政更加打进着民意，嘛，打进少年人的心。最新新闻，周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